哦，在那个什么，那个，所罗门，斐济还是对，大溪地？被那个鞭刑，介绍一下鞭啊，那个是阿拉伯，杜拜。抽哪里？啊？抽打哪里？肩膀啊，四十，是因为那个80下喝酒喝错地方。对对，他们那个有风化区嘛，嗯，有风，他这边可以喝酒。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比如说我在这边喝酒，不是杀戮者可以喝，你再上个酒醉，他马上是逮你。就那个警察早就在后面跟踪了。对，我被跟踪，我不是跟了五峰还有梅花的，我们。你被抽打是一次而已吗？什么一？我还在那边被关28天呢。不是抽打有几次？一次而已。什么抽打？抽打。五大师，哔哔哔哔，五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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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师，哔哔。五大师鞭打了80，不是说只有一次吗？哪有，他给你锁在那个法院门口，嗯，水泥柱不是，嗯，刚刚好你这样抱他，就用手铐给你铐啊，你都不能转。我用柱子啊，水泥柱呢，然后这样环抱，环抱扣住，对对，他就给你靠了没？哦，在那个杜拜，你被打的时候有没有叫？啊？被打的没有，真的。哦，有没有流血？当流血我怎么看得到？他打这后面呢？他是打。你说打用这个上背哦，肩膀左肩右肩，他打屁股不算哦，打到屁股不算。对啊，如果那个干你娘要怎么翻？哦，没有，如果到字面上翻出来要怎么翻？干你娘哈，九问雅雅术。哦，操鸡掰要怎么翻？操鸡掰是九问比比。哎，新加坡不是有打屁股？新加坡那个是，新加坡就比较严，好不好？那新加坡那个更重。他那个对，他一甩你3下，你就皮就破掉了。对呀、啊，他那个是真的破皮。那个杜拜是，他是这样转，那这样。像马戏团那个，马戏团用那个老虎这样。可是他那也是藤条啊，新加坡那个可能有，我也不敢讲嘞。嗯。对。那个被打完之后，有没有手不能动？会啊，我还走沙漠嘞。几个礼拜不能动？哪有不能动的？不会痛吗？维持人嘛，你看没有？是打太轻了吗？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没有，我想说，女孩子先买那个斯里兰卡来的。女孩子先被打也是喝酒，女孩子跟我们没有同房啊。哦，他们那个才热闹的，一会客的时候，嗯，一会客的时候啊，大板的那个菜啊，嗯，像那个盆，像啊盆子是吧？大锅子一样，大盆子。对他们。
住附近的、啊嗯，他们会带很多菜嘛。有顺便请你们吃吗？那有啊，他们会讲来来来，来真的嘞。啊，我怎么在杀人子，他们都没有请我吃饭。嗯，可是我也请你过、啊，我说他们不是说你，我也请你给，你有啊，你会有福报。大哥，那个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哈、哦，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叫干尼干尼鸟，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他们黑波波手，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他们黑波波手。的马希布布苏，哎，好，蛮欢迎巴来，谢谢啊。啊，你看，你的家族会有福报。没有了，我没家族啊，妹妹、姐姐、妹妹、妹妹那些都可以了。家族会有福报啊。好了，然后我，你说在哪里？那哪边被关过？都是因为喝酒吗？所罗门都是哪几个？萨摩亚，萨摩亚啊，还有呢？东西，萨摩亚有分东西。哦，东萨摩亚是共产党嘛，西萨摩亚是自由的。你两边都去光顾了？哦、OK。哦，那么好。斐济我也去过啊。也被关过吗？没有嘛，斐济没有。你是去一个被关吗？啊？你是每一个去的国家都被关一下？没有啊，哎，没有那个。哪里关最久？一个月、啊。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话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邀请我们前任的院长杨启寿牧师来给大家勉励，欢迎。我讲这些话，请大家记得，你们今天有的真的都来不易，不要忘记上帝的恩赐。我所要送给毕业生的一句话，一件事情，我近来常常在想，我们做神学的最基本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是跟上帝摔跤，跟上帝呢相符。刚才吴副院长在讲到的时候，他引起了保罗的话，说我们要穿上上帝给我们的装备 ，put on。我现在要给你们一句话，就是 put off， 脱下你们所穿的东西。我不是在否定，但是我要让你们想这个问题。神学就是要跟上帝摔跤，跟那位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摔跤。你怎么摔跤？你打过去打到空气啊，你要想要抓抓不到，但是你又不放弃，像雅各一样，你继续要跟上帝摔跤。你会感觉失望，你会感觉痛身，你会感觉流泪，你不知道怎么办。上帝说你要跟我摔跤，脱掉你所穿的东西吧。你看那个日本的力士相扑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穿衣服？他们没有穿。上帝说脱掉吧，那些虚荣虚假的衣服脱掉吧。帽头上所戴的帽子学士服脱掉吧，你的成就你们的伟大脱掉吧，你的自私你的自卑脱掉吧，什么恐惧的衣服内衣脱掉吧，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无所有的人。你有一天会觉得你是上帝面前一无所有的人， You are nothing， 你什么都不是。那一天你才会明白，不是你认识上帝，是认上帝认识你。那一天你会找到你信仰的根。
你会找到你的力量，你会找到你的希望。上帝要你们带着这样的精神出去跟上帝摔跤，不要自满，不要认为你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学很多，你们所学到的只是一点点皮毛，你永远学不完。所以各位毕业生，在宝贵的时间，我只有送你们一句话：勇敢的、认真的、不断的跟这位爱你的上帝摔跤。愿上帝祝福你们，祝福这个学校，祝福所有的人。谢谢。谢谢杨牧师的能力。就是萨摩亚。不是。飞机。那不是。东非南非啊。你不南非算什么？这是杜拜啊。哦，杜拜哦，那不是很高级的城市？对呀、啊。他们这个中东国家嘛，他们那边也有小姐吗？也多的是。咦，中东不是处罚严重啊？女生那个不行啊，处罚很严重啊。还是外国人？就是外来，他们去杜拜工作，就是欧美人这样子。也是啊，因为回教国家妇女不行，危险啊。对呀、啊，嗯。所以说他们我被关就是在国外，我被关最久就是杜拜一个月28天。哦。28天也算一个月了。你只有在杜拜被打一次，被鞭刑一次哦。对啊。别的国家有没有被鞭刑？没有。还是没有啊？被狗咬那个是魔力就是虚飞吧？被狗咬？对啊。路上的狗。警犬呢？警犬呢？那个狼狗吗？还是什么？是不咬不然呢？他为什么咬你？啊？你拒捕还是怎样？没有，我本来还是身上有毒品。那不可能，也是哦。没有，我已经要出狱嘛。嗯。那个警察先生来载我那个。嗯。这样嘛，他那个还好，他那个狗那个警察有手链嘛。有绑，有链子。有绑啊。啊，这样嘛。真的被咬那个啊！他是故意放松让他咬你一口。我怎么知道？那个都可以告警察，怎么会让警犬咬到人？啊！给我滚！别！滚！别！滚！我是来滚！可以告警察，怎么可以让警犬咬到人？没有，咬到他马上给我钱呢。对啊，他怕被告，那马上给我钱呢。他怕你去告他。哎，no speak 什么的。哎，这是 OK 什么的。你看他一定怕被告，那个很严重。对，咬住。哎，那 no speak 什么的 ，OK 什么的，他马上塞过一。塞我$100呢，咬警察那个狗咬很大口吗？咬哪里？大腿啊。那个乌达下面哦。哦。内侧。大腿。内侧吗？还是？没有外侧。哦，外侧啊。有。很痛吗？啊？被咬到很痛。哎呀，一定痛啊！我也不是神经病，要不然他马上给我$100呢，那个警察。也没有很多啊。$100就4000了呢，我们，
那时候1:25吧，1:40那时候，1:42都有的。以后记得这样，两瓶加一瓶，或者是一瓶加半瓶。哎呀，你这个，我跟你讲，绿茶不要倒霉。干爹娘，国骂哈，阿美族语怎么翻译？阿里半归纳，你说阿里半归纳，你说用手去抠鼻，那个抠鼻怎么讲 ？QQ 1 cookie， 啊，再一次，再一次慢一点。QQ 1 cookie，QQ 1 cookie，QQ 1 cookie， 哎，哦，非常。抠鼻，哦，好了，吹喇叭怎么翻？吹喇叭，就是女生。先帮男生吹房啊！哦，咪这不是房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咪这这都房啊！男生那个自卫打手枪的动作怎么讲？咪苏拉苏啊！咪苏拉苏。你们那个做爱怎么讲？咪阿里，咪阿里。哦，很爽怎么讲？卡苏埃。A 片阿美族话怎么翻？阿里拜都卡苏。阿里拜都卡苏。这是换苏跑吗？苏跑。九如谷那边叫什么？苏跑。我喊苏跑。嗯。然后，对了，杜拜我被关28天嘛。摩尼就是15天。那摩尼就？摩尼西斯啊，叫摩尼就是没。什么么就是摩尼么就是？你在讲什么？妈，你输入。你的同事有被鞭刑吗？哪里新加坡我没有被鞭刑哦。不是你的同事，不是跟你一起喝？我的船员。哦，有菲律宾的吗？还是哪里？是哪里？新加坡。不是你那个被鞭刑的，有没有你的同事？船上的同事，你们不是一起喝酒？有。是台湾的还是菲律宾的？台湾的。也是达彦吗？达彦是那个武峰来的。他也被鞭刑。我没有，我先被鞭。他有没有被鞭刑？我不晓得，我一鞭他就放了出来了。他不是也有喝？可是。为什么只抓你不抓他？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不是就知道有没有被没有他先被鞭的啊、你被鞭醒了啊你就回来了嘛然后我不是有两个那个菲律宾的船员、那个叫你跟菲律宾的船员都是讲英文吗对啊他们会讲他们就不敢讲怕他们讲跟你们讲什么话啊、他们跟你们用英文讲话不是我们用土语啊菲律宾话不是世界通啊我们哦你们自己编的
对呀、啊，世界通、哦。你讲两句来听听看看，你说。啊？你们怎么跟菲律宾讲话？哪有啥？你们怎么跟菲律宾讲话？讲两句示范一下。哦，想着。你是超级棒。大哥，那我问一下哈，德鲁古话、泰鲁格族话，那个台语“超级白”怎么翻？大家跟努比比说。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大家跟努比比说。大家跟努比比说。对。好，蛮好是吧？谢谢哈。Come on, come on， 说那个英文是啥？好容易也听我这个人，你们什么东西？你们真是啊！来，我们图画世界通，还是有时候用画图的，用纸画图。啊，对呀、啊，哦 ，OK。那你不会跟他们顺便学英文哦？菲律宾是讲英文的国家。哪有他妈？他们有菲律宾。我的船员菲律宾占多数呢。嗯。菲律宾的学校教育是用英文呢、啊。是哦，对，也可能哦。菲律宾是用英文上课，哦，跟那个香港之前一样。哪有哪？新加坡了，新加坡现在是用英语上课啊。新加坡本来就是了。菲律宾也是用英语啊。哎，没有，他们现在来台湾，你不是？他们现在很多菲律宾来台湾工厂的都是讲英文，哦、对对对，都是讲英文。可是他们学中文了好不好？现在很多不。泰国、越南比较会，印尼比较会学中文，菲律宾因为会讲英文，他们都没有学中文，因为他可以用国际语言讲。恭喜电来，恭喜电拍照，恭喜，对，恭喜电全部。是英文啊，要不然所以他们比较不需要学中文、哦、因为他会讲英文。对对，菲律宾可是我的船员 no speak English 呢。可能他们可能有的没有念书了，如果没有念书他就没有。当然了，因为家境不好嘛，要不然跑船。像唱一首歌快点，你们在船上都唱什么歌？哦，在船上唱歌，什么都唱，我的房间。最常唱哪一首？在船上。你会唱哪一个国家的歌？啊？你去过那么多国家，你会唱哪一个国家的歌？我的家乡啊。没有外国的，外国的。外国的。有没有学一点？认识那么多小姐，应该会唱他们的歌、啊。OK， 有啦，那就大溪地嘛。哎，你来一点点嘛。大溪地有啦，那有啦，那是早安。唱歌不是母、啊，不是那个，会不会唱他们的？会啊，我怎么不晓得？一小段来嘛。好，不行，哎，按个录音了。分享啊。哎、这个是法国的呢，好嘞，法国属地啊，那个大溪地，好，直接来看，哦，胡思乱想的。快点唱两句嘛！我就在那时候，我讲。
哎呦，哇，那个，快！我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被杀的。为什么又被杀？是怎样？你看这个假的。不是为什么？这个为了女孩子。你是脑袋有洞是不是你？脑袋有洞就很聪明，没有洞那才是笨。你那个是争风吃醋啊？对，应该是那样。你是抢哪一国的？就是大溪地啊。哦，漂亮吗？哎呦，金发蓝眼睛呢？法国人是假的吗？哦，他是法国人呢、啊。哦，大溪地不是法属的吗？哦，法国殖民地啊。对，他法属的。你们有在一起吗？啊？你们有在一起吗？哎呦，我他跟我在一起。嗯。哦，那个我老板，我在那边。我在那边受伤了嘛？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
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你是超级梦。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妈没有告诉你吗？